好，咱要先来关心的是总统大选剩无五十天，三个副总统参选人也赶紧出来做选。国民党的赵少康，伊讲家己就是赵主良，要来帮助侯友宜半天下。也那民众党的吴欣盈，伊是针对国籍的这个争议，强调讲伊家己除了台湾，无其他任何国籍。另外，民进党的萧美琴，伊嘛为这个立委来徛台，伊讲新住民就是社会上重要的一部分。到崔家外来面好料理，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去新北设置，甲党籍立委参选人罗品妤做伙做正鸟连线，甲新住民交流。新住民甲问讲，萧美琴若是做副总统，对新住民的政策有啥物想法？在政策面上，其实很多现在已经在做一些语言啊，或者是各种的辅导，那各种的这个支援的机制我如果可以当选副总统的话，我也算是第一位新住民的小孩。民众党吴欣盈陪港东籍的立委参选人杜基洛去菜市啊扫街，伊用招牌笑容甲民众互动。不过即马毋但是国际的争议要伫咧谈，有风声讲民众党一份上新的内部参考的民调，有56.6%的人认为吴欣盈并无替国民党加分。柯主席请我参选是帮台湾加分，还有其他的吗？国籍的问题？我们就讲一次性的。好，一次性回答就是说，中选会已经在查证当中，那就是12月5号为主。国民党赵少康展现校空会到台合作关系，正常伊讲，伊那像是三国时代赵子龙，去和网友质疑讲，伊敢是咧讲校友谊就是阿斗。赵少康解释讲，假作副手，就是替主帅拍天下。士为知己者死。既然侯友宜兄能够这样这个邀我一起来选举，我跟各位讲，两肋插刀，至死无悔无怨，真的是这样，拼我的命来让侯友宜能够胜选嘛。那赖清德现在不希望这个萧美琴帮他助选吗？赵少康讲，未来侯友宜永远是老大，伊真知影分寸。未来若是当选，侯友宜家定选意见，嘛敢若是建议尔，伊若敢有要接受，完全由总统来主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